你干嘛对我那么凶啊？回家问你爸去。关我爸什么事儿啊？最幸福的人，从来都是不知道的人。得了，你们都知道，就我蒙在鼓里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走，快走。 生我气，你相信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。你杀了人家父亲，还要冲好人，在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你卑鄙！哎，不要！你干嘛？你还护着他？叶芝，我还有事，先回家吧。 哎，叶芝，学生们谁打的，知道了吗？我就要去问我哥，小心点，别跟你哥闹别扭。 你说学生干嘛跟赵世荣过不去啊？我早告诉你，赵世荣绝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告诉我谁是好人？叶芝，乔刚不会自杀的，他只是知情不报，我们只要抓住黄麦克，事情就能见底。这事我不管。叶芝，给自己个机会离开赵氏，别再混下去。你少管我。叶芝，蝙蝠撞树是看不清方向，飞蛾扑火是明知故犯，你这是要明知故犯？那你就让一让。 让我就去飞蛾过了。哎，你刚才为谁祈福来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把嗓子压得那么低，就是不让人听见。啊，我是为你祈福啊。 骗人！骗你是小狗，我不信。哎，对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两副对联写的是什么？上联是“做个好人，心正身安，魂梦稳”，下联是“行些好事，天知地见，鬼神听”。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领悟不过来？什么话呀！我告诉你说啊，我沈烈文就是“心正身安，魂梦稳”。 菩萨老爷面前可不说假话。当然了，要不然啊，天知地见，鬼神。怎么样？鬼神可要来找你算账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天太晚了，你别再说什么鬼呀神的了啊。怕了吧？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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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爹是李大勇？快说。这很简单，因为我爹是沈涛啊。啊？你是沈涛叔叔的儿子？ 干儿子，哦，原来沈涛叔叔这么不幸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够损的啊！哎，干爹，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？是谁能不幸被你给碰上了？哎，干爹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就想跟你聊聊天，你就别拿我当箭靶了啊！哟呵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烈文。 居然求起我来了，还拿腔拿调的，一派文艺腔。来来来来来，喝！哎，痛快！做好人，心正身安，魂梦稳；做好事，天知地见，鬼神亲呐！哎，我说，你搞什么鬼啊？怎么念起对联来了？哎，干爹，这做人嘛。 可不就是图个做好人，心正身安，魂梦稳吗？烈文啊，你也该做个好人了。我能做什么好人呢？也就是一个人到城隍庙去上上香，寻个自我安慰吧。小子，你独自跑到城隍庙干什么去了？找阿英啊！怪不得我们家烈文什么都不像。
像是发情的小鸟，原来是碰着意中人了。干爹，我呀一看见阿英就知道她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。哎，有了阿英啊，我就别无所求了。你还能有别的可求吗？哎，干爹，阿英要是做你的儿媳妇，保你乐。好啊，他的飞镖可厉害，能治了你。来，那您就祝我如愿吧。来，烈士，干什么？问你，到教堂捣乱的人是不是你派去的？是。是怎么样啊？我还要经过你允许啊？你知不知道意义在里面？哼，在里面怎么了？啊，在里面怎么了？就你的衣是宝贝，就你的衣碰碰它，还不就是个女人吗？早晚给男人寻开心。来，你别我人！为什么是你？哎，你干嘛去欺负他们呀？他们跟老板作对，如果不给点颜色的话，他们会变本加厉的。到此为止吧，哥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回积水市场，不要再飞蛾扑灯了。你，好啊。一切都听你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咱们以前生活有什么不好啊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发誓不回积水市场了，要回你回吧。你别问，你就听我们一句话嘛。汽车穿街过，撞死是我错，别管我。聂文，赶紧你看看他。他说真是农会基地的，你看他怎么着？他真是的。哎，他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快点走！哎，我得了传染病啊！你们把我当细菌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不要你管，让我知道了又怎么样？省得你回家通风报信去。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啊？我爸是学校的校董，乔校长的事情他比谁都伤心。那是帽框子夹自卑。你们还真会骂人。亏我爸平时为学校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学校都快成黑龙会基地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前途？什么黑龙会？谁说的？你干嘛不回家问你爸去？就是回家问你爸去吧。走，咱们走，别理他。哼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谁欺负你了？他们说我是细菌。我的宝贝女儿要是细菌，我还怎么活呀？就是嘛。别听同学们瞎说啊！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所有不名誉的事情都冲着你来。你想知道吗？每个人当他们不能面对现实的时候，要找一个借口来抚平自己的心灵。人们不敢相信乔校长做出了天大的坏事，所以就把满腔的不解和怨恨发泄到爸爸的身上，以此来解脱他们自己。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一点儿，又好像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我是你唯一的爸，就足够了。可是，爸，说真的，我不相信乔校长是自杀，更不相信他背地里能干出天大的坏事来。我的小宝贝呀，你就是这么单纯和善良，一个人坏，能贴脑门上吗？他们都这么说你。那你相信吗？我当然不相信了。就是嘛，这才是我的好宝贝。乔先生，我不想杀你，我不想杀你。乔先生，我不想杀你。列文，你看我买什么了？你怎么想起买书来了？看呗，我就喜欢看书。哎，这你可就是欺负我了。这是《罪与罚》，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。什么斯基？开什么车的？
他呀是大文学家，是俄国人，简直就是个天才。天才？哼，你呀，你呀，眼前放着这么一个大天才，你不迷啊，偏偏要迷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司机，哎，真是有病。你呀，简直跟他没法比。没法比也要比一比。一个是牛粪，一个是鲜花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小看我啊？谁是鲜花，谁是牛粪，我可还没说呢。小看你的是你自己。好好好好。哎，这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醉与罚。醉与罚。嗯嗯，这名字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是不是说的一个人犯了罪，然后如何得到惩罚的事儿？嗯，是的。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当个说书人，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听？可以啊，但要在日落之前。行。拉斯克林尼科夫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，他以为人分平凡和不平凡，平凡人让人驱赶，不平凡的人有权利干一切犯罪的事。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。拉斯克林尼科夫想着做了可怕的梦，梦中马被残酷打死，马代表了被侮辱的人的苦难。卡捷琳娜·伊万诺夫临终前喊道，奴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，再没力气了。10月28日余，我和黄麦克喝多了酒，坐着黄包车四处闯。我们走过东洋街，这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。黄麦克酒后吐真言，跟我诉说起心伤来。他原来是日本人，名叫山崎宪。他和弟弟装作中国人被派遣到上海来。黄麦克领我到东洋街去看他的弟弟和乳娘，说什么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亲人，只有乳娘和弟弟。你好，请问黄麦克在这儿吗？不不不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找谁呀？请问黄麦克先生在吗？谁？啊，是山崎宪先生。谁找阿宪呢？我是他的学生。你是他的学生啊？他出去了。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晚了。哦，他不经常回来。哎，你不是日本人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乔伊。你怎么知道阿宪住在这儿呢？老师以前告诉过我啊。看来呀，阿宪是喜欢你的。
不然你怎么能知道在这儿呢？您是乳娘吧？啊，是啊，我是玉子。玉子阿姨，你知道老师还有一个弟弟吗？哦，阿勇啊。是山崎勇吗？什么？我说是不是山崎勇？哦，听明白了。他有中国名字吗？有啊。他的中国名字是什么？你说什么呀你？饿了，哎，喂你吃饭啊！哎，多吃点，来，我哥不在，我喂你啊。怎么杀的？难道有这样杀人的吗？难道别人像我这样去杀人的吗？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？我杀死了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老太婆。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毁了，永远的毁了。杀老太婆的是魔鬼，不是我。我没杀人。怎么了？杀人？怎么了？杀人的是魔鬼，是魔鬼杀的人，我没杀人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怎么冒这么多汗？我刚才好像睡着了。我帮你擦擦。阿姨，你对我真好。我要走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真的要天黑之前回去吗？你爷这时候还要到我家吃饭。你爷，又是你爷！哎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跟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有什么幸福啊？我告诉你，别指望我跟你会有什么结果。只要你爷一天在，我就是你爷的。不过日落之前，我还可以陪你玩玩。我不想跟你玩玩。阿英，我想日落之后，你知道你做的好。那你还是找别的女人去吧。阿英，阿英，放开！阿英。如果把倪言香杀了，你会不会跟着我？魔鬼！你要真这么做的话，我就跟你拼了。我真不明白，倪言香给你下了什么药啊？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的？就只有你爷当我是人。我爸退役后害了一场大病死了，我被骗到咸水帐当咸水妹。老板娘毒打是家常便饭，客人都是本地最下等的贱民。码头挑夫、赌场打手、日本浪人，你越呼天唤地的喊，他们越兴奋。我挨不住了，就用胳膊撞木板，日子久了，留在胳膊上的伤痕也永远抹不去了。直到有天遇到你爷，我脱了衣服，他看到我胳膊上的伤痕，他就说：“这钱你拿去治治吧，好了，我再来看你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就跟了你爷，
什么名分都不要，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这不是拿自己当工具吗？我本来就是工具。什么他妈狗屁的咸水庄，改天我把它砸了。赵世荣的咸水庄你也砸了吧。我真搞不懂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，要是让你爹知道早晚会惹大祸。这就是你心底对倪元祥的一种背叛。胡说，我不会背叛他的。会。我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看上我就是基于对他的一种背叛。我不要听你的，不要！你早晚会同意我的，我肯定。干什么呀？闷闷不乐的，说句话好不好？还生我气啊？你说谎要说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沈烈文，你就不怕出门给车撞死啊？你，乔先生，我不想杀你，我不想杀你，这是英哥跟我说的。你不要听你这点胡言乱语的。这种话他不学你，他说得出来吗？算算算，我最近休息不好，经常说胡话。哥，你为什么不能老实一点呢？如果是我杀的乔刚，我能拖得了吗？你也不想想，我为什么要杀乔刚啊？天知道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告诉你，乔刚不是我杀的，是魔鬼杀的。我想问一下，白晨在吗？白探长啊，他不在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谢谢。哎，乔小姐。姚师傅，白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有事吗？我知道黄麦克躲在哪里了。在哪儿？东阳街。哎呀，白晨到苏州出差去了，回来会很晚的。这个是我父亲的日记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里面有黄麦克和他弟弟的秘密。哦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家候着，我先去看一看。行，您自己小心点。哎，一会儿白晨回来了，你让他找我一下啊。黄麦克先生在吗？谁？您是玉子阿姨吧？什么？我听不清楚，大点声。是乔依依让我来的。乔依依叫你来的？哎，哦，就是刚才那个女孩子，啊，她来打听阿勇的中国名字，啊，我没有告诉她，阿勇啊是阿宪的弟弟，两兄弟啊不是同一个母亲。阿勇的妈妈是中国人，不能进门。整天哭哭啼啼的，上吊死了。阿勇不让人知道他是日本人。哎，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该知道。啊，当然知道，当然知道。阿勇啊，本事可大了。他是，
他呀，是赵世荣。呀！敢排东阳街，给我上！白晨呢，到苏州出差去了，我让他一回来呀，就到咱们家来。知道了，爸，要不你先喝点汤。不了，我去休息一会儿啊。爸，你今天都忙些什么呢？秘密，我今天发现了上海滩最大的秘密。是吗？嗯。那你不是要上报纸，成为名人了？哎，你也不问一下，是什么秘密啊？什么秘密，非得要我知道啊？我呀。只要知道你每天好好的回家就行了。也好，等白晨回来啊，我一块让你们知道啊。玫瑰哦，玫瑰 ，for a eastern rose， men crowd in the。谁呀？是我，阿勇。怎么是你呀，阿勇？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回来了，吃顿好饭吧。奶奶，您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我身体好着呢，每顿饭都能吃两大碗。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来找我？是啊，都是你的好朋友，要不然怎么能到咱们这儿来呢？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不要跟陌生人聊天。我忘了。嗯，要么连你中国的名字赵世荣我都差不多忘了。哎，阿勇啊，你好长时间不回来，我可想你了。记得那年你回来的时候，想起你在童年，在奈良放风筝的时候，风筝飞了，你呀、啊。拼命的哭。
是什么原因他就死了？到底我长得像不像他？又或者说，有多少像他？已经永远再没有答案了。有一回，我做梦，朝着爸的背影追赶，终于让我赶上了。爸回过头来，他穿着白上衣。 干净的发亮，可他却是没有头的。多可怕的梦啊！我躲到爸的怀里哭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没有头的？爸说：“孩子，你傻不傻？爸的头是没有了，可是要为了见到。” 宝贝的女儿，爸着头正赶着回家呢。爸，我候着你的头回来叩门。爸，姚玲，姚玲，这有老姚的一封信。哪里来的信？在他办公室抽屉里找到的。 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爸，白城，快把它打开。玲玲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保证每天活着回家，这是当巡捕的第一守则。我这么多年，总算遵守过去。可是，总有一天守不住的吧。玲玲，到那天，你就一个人好好的活着。我呀，这一辈子。 只有一桩遗憾是，到时候向你忏悔。玲玲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是盲的？那是我的罪啊！你妈怀着你的时候，有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回家跟她闹别扭，我使劲打了她，引致她早产，她死了，留下了你。可大夫跟我说，孩子得了早产视网膜病。 就这样，你永远也看不见我狰狞的面目。玲玲，不管你饶不饶我，能对你说出真相，我可舒了一口气了。再见，玲玲。 老姚知道，一定也会很高兴。爸没了，我以后的日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别这么说，以前做饭给爸吃，是一天里我最大的幸福。好。
现在变得无事可为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那你每天就做饭给我吃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保证每天活着回家。出事儿了。是啊，可是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。他给你看过我爸的日记本吗？什么日记？那我猜他肯定是去东阳街了。什么东阳街？黄麦克就躲在东阳街，老姚肯定给他们害了。依依，走，你带我去，路上再给我解释。哎，大家在门口集合，紧急任务。是是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总监，我们要去东阳街，老姚就是给黄麦克那伙害的。你知道东阳街是什么地方吗？日本人的聚集地。知道就好。东阳街本名海伦路，却是日本人的窝，那是国中之国，租界中的租界。法国人不愿与日本人为敌，你这么硬闯东阳街，那事情闹大了，谁能担当得起啊？可明明是咱们中国人的地方，干嘛让日本人赖着不走？对啊，明明是海伦路，为什么是东阳街呢？中国只有海伦路，没有东阳街。我们走。不许去，这是命令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大伙儿可以留下，我自己去。走。哎，快撤！一个都撑着，今天非得让你们这些小萝卜头把自己的孩子管住，不许再对过路的中国人扔砖瓦。这条街也不能再叫东阳街，还叫海伦路。是谁让你到东阳街去捣乱？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失职。不，这不关总监的事，这是我一个人的意思。白晨，日本领事馆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，要求交出肇事者。那就把我交出去好了。混蛋！东阳街什么地方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东阳街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。是中国人的地方又怎么样？既然把地方租出去了，就不再是中国人的地方了。这是不公平的租约。白晨，少说两句。反正都说了，我就豁出去。你们来到中国，划地为租界，收取中国人的税收，而不管中国人的苦难，这算什么平等、博爱、自由？姚晓文是为你们法国租界效命的，他死了，殉职了，被日本人害了，你们不也就算了？老姚多年来为租界出生入死，难道就不该得到你们一点点尊重吗？别指望你们法国人淌一滴眼泪，能给他行个告别礼也是奢望。